小狗不吃东西，精神也不好，怎么办？苏鹏，职业兽医师。小狗不吃东西，精神不好，需要先弄清楚原因，再对症进行处理。正常的小狗是非常活泼好动的，并且吃东西控制不住，是没有饱腹感的，需要人为的去控制它们的食量。所以不吃东西而且精神比较差的小狗，这种情况就需要及时带去医院检查，看是否有一些疾病引起。首先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有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胃肠炎，比如犬瘟或者细小以及冠状，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小狗出现呕吐、腹泻、体温升高、精神状态变差。然后再考虑是普通的一些细菌感染，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它们出现呕吐和腹泻的情况，根据狗狗不同的体质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一样。然后再考虑它们可能吃到了一些不消化的东西造成的异物堵塞肠道，也会导致它们不能正常吃东西，精神食欲变差，引起腹痛发烧的情况。